选择用金踏先点掉这个风暴。没错，风暴是非常令人头疼的这样一个技能。对，没错，特别是改版以后的风暴。没错，现在是机械伪装，开了个误区，哇，好险！这个网子是好的，这个引爆还是不错。对，所以说机械只要跟对手保持在一个半个屏幕左右的一个位置，是非常是最佳的一个位置，因为它的引爆的这个距离是非常远的。多的小机器人，它的引爆应该只是加三级或者五级。嗯。他不会加上太高。好的，没有必要。对，刚才是一个踏射，是出一个 miss。 对，好，这边小白发挥的是非常好，这一局基本上是快要满血 KO 掉对手。好的，是一个引爆3400。好，这一把我们的这个小白确实是终于找到了他的感，找回了他的感觉。下一个上来的是孙亚龙，高跳银弹，好，这个 buff 开的是多，因为有这个 G2 在旁边干扰啊，这孙杨龙的血量也是掉了一些。孙弹选择这个用137把它打远，那我觉得其实用三枪三枪的这种叉叉叉的方式去点的话，会不会伤害会高？对对对。但是他用格林把他打跑了，原因也是在他想要保持距离，嗯，也是想保持距离，这种可能就是看打法的。我来开一些 buff 或者说开一些装备，好，这边看换了一下剧，开了一个伪装。好，这边紫亚罗也在寻找对手的踪迹，好的抓住，但是后面有拦截机啊。好，这边一套连招下来，孙亚龙这边也是被拦截机打了不少血。风暴，好，风暴直接可以吃 KO 掉。好，地上的小机器人非常多。好，这边孙亚龙刚才是随便一个上条，是被一个踏射，差一点啊。然后有一个钢铁机器人，非常的危险。现在孙亚龙的血量基本上是空了，要再摸一下，这边将会被推倒。好的，是一个猛龙拔刀，哇，非常的漂亮，孙亚龙。哦，这一下确实，他猛龙，他猛龙的抓人啊，实在是太准了，太神了，太神了，太神了。好，可惜是一个暗影斗篷，是一个视频，一个错位的一个猎波斩。好，五段砍。现在是被恶魔之术抓到一个扑空的好机会，啊，很可惜是没有给孙亚龙任何机会。好，那么最后一个上场的是仇这边，但是 ST 战队这边还有两名选手代发，那么总的这个局面来说，还是对 KO 这边还是不是太有利的。这两位魔道之间的对抗确实是比较的纠结。对，1分25秒现在还有，估计我们要等完这段时间。没错。不过我总觉得其实猥琐毕竟无罪吧，我觉得因为毕竟是一种这种求胜的这种欲望而支配你去使用这样的一种打法，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上进心的表现，我们大家应该是去鼓励而不是去讽刺这样的一种战术。好的，双方是，这到底是谁的熔岩？好，哎，小鹏，酸雨，啊，这边被仇被酸雨滴的是很痛啊，反重力，这边是一个旋转扫把，跑开，输入在这个熔岩里是碰两下就直接挂掉。那这个魔法氢弹，两队好，还有17秒的时间。我们这边仇的这个血量还是有优势。好，这边恶魔之术等不及了，但是反被。